听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爆红的韩国型男金秀贤，4月22号起访港三天，以超千万港币的酬劳出席护肤品牌活动。他会在22号晚上11点由越南飞抵香港。据悉，机场方面预料此行造成万人空巷，所以已计划一早在金秀贤的必经之路围好铁栏，以免发生意外。第二天中午，金秀贤将会在下榻的尖沙咀 The Mirror 酒店先出席代言活动，其后更会举行粉丝见面会，紧接会到铜锣湾为其代言的品牌寻店造势。但因鉴于金秀贤人气高企，会引来大量粉丝追星，为避免混乱发生意外，所以只会安排金秀贤在店内逗留5分钟。各粉丝想一睹金秀贤风采，就真的要把握好时间。寻店活动后便是金秀贤的私人时间，不知到时候金秀贤会去山地、维多利亚港还是兰桂坊体验效果的夜生活。因为知道金秀贤喜欢打羽毛球，为热情的竞地主之一，各主办单位大会早已预定好羽毛球甚至保龄球馆，令他出席完连串活动后可以好好减压，而且更预备蛋挞等地道美食，甚至已经预定好一家高级韩国餐厅随时候命，对金秀贤可谓是元首级待遇。至于去跟不去或者去哪里，就要看金秀贤到时的心情了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